你送我鲜花，吃饭却要我刷卡。你说女人应该独立 AA 制好吗？我说算了吧，这顿我请了，明天我就从手机里删去你的号码。他送我回家，说想来喝杯茶，我说家里还有一位80岁的老妈。他突然不说话，走得很潇洒，今晚一别后会无期相望于天涯。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？好女人们问天问地没人回答，看看网上只有八卦没有童话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心乱如麻。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？好女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出嫁，看看街上人来人往有点害怕。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藏在哪儿啊？并有理有些傻，可是看到漂亮姑娘开始眼巴巴。我的姐妹们你也敢够大，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打掉你门牙。他事业发达，每天带三部电话，瞧没空陪我偶尔约会还像个哑巴。也曾谈婚论嫁，他突然很尴尬，他说自己早已成家还有两个娃。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？好女人们问天问地没人回答，看看网上只有八卦没有童话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心乱如麻。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？好女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出嫁，看看街上人来人往有点害怕。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藏在哪儿啊？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？好女人们问天问地没人回答，看看网上只有八卦没有童话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心乱如麻。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？好女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出嫁，看看街上人来人往有点害怕。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藏在哪儿啊？哎，好男人在这。